三五。你要去玩哪一个？这里还有很多哎。是这一个的。啊，爸爸在帮你照相。会。你要丢到那个正方形吗？你终于找到你的球池了，哇！要去游泳啦，你要游泳啦！玩宝贝球，那你来一下吧，先来擦个鼻涕啊。我先来擦鼻涕。来蹭，蹭，哦哦，有擦干净吗？哇，整个那个球卡在那里，那个球怎么卡住了？怎么投篮变卡住了？哦，对呀、啊。